今天这个房子过户了，这是一个翻新房哦，11万多买的，售价是22万。整个房子做了很大的改动，这呢是个老房子，占地很大，10000尺左右的占地。driveway 是重新修的，屋顶修过，外墙是重新喷了漆，里面的墙呢、屋顶啊、地板、厨房、厕所，这些全部都是新的，包括空调都是新的。这个房子呢，当时还没有修完的时候，没上市就已经卖掉了。然后对方买家的贷款是 FHA loan，FHA loan 要求比较严格，银行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完整的，能够正常使用的，如果有不合格的，贷款都最后不会批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房子能够通过 FHA loan 的批准，那表明这个做工什么的，那肯定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个原来是3房1卫的，那我们后来是改成了4房2卫，所以整个格局一改，房屋里面完全都不一样，功能性更强了，然后格局更通透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翻新好的房子这个价格很好卖，地段也好。这个是翻新之前的样子，你看看整个的前面、屋顶、厕所、地板全部都是打掉重做的。